我今天在大家的面前也是如此的做了试验。试就是发誓，愿就是我的愿望。我愿意生生世世度化众生。我愿意将自己明心见性的经验，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知道。我愿意粉身碎骨度众生。我因为没有我，所以我也没有苦。我因为没有我，所以众生都是我。我没有仇恨。因为众生都是我，所以我没有仇恨。我知道人生就像做梦一场，那么我们在这个梦里面要活得更精彩。我们活着一天，就是要快乐一天，活着一天就是要修行一天，活着一天就是要感恩一天。我一定。一定就近成佛。我的精神就跟我的写作一样，毅力一直往前走。我的写作就跟我的修行一样，一直往前走。我永远不退却，我永远不退道心。我永远要帮助所有的众生。一点也不为我自己，